陷阱探测机，傻小。这一关不知道是什么小游戏，来看一下哈。原石是不是？水系的啊，干，可是我水那是臭烂的。傻小，我感觉就会拿这个插头。不要踩动就对了，了解。我看一下哦，有没有水系的？哎，啊，只剩潮旋。啊，不要！你听得见吗？用心感受。干！好来了，来，我们来打架。会出现是不是？啊！原来如此，地脉炎。炎系用水系跟什么系打会比较好？干，因为我的这只只会用水枪。哼，变扁掉好可爱。有，不错。我拿出了自信战斗，没错，要拿出自信才行。我他好像崩溃，微崩微崩。然后换个装备，你的给他好了。持有物，交付持有物。哎。持有物换回包包，哎、欸、啊，可以替换套腰。是什么？那种道具吧。护符金币，好了。火系的不倒翁不倒，这一代没有，这一代没有。哎干！机车，哇！我操！就是这样，深呼吸停机车。就要跟他们打了，这要去同时还有八台高速摄影机在看。对啊，看。那用你的水枪打到底吧，看你会水炮啊。
时间。哎呀，你呆哦。我可能要列一支纯水系了。看我的水枪喷死你！哎，惨了，我输了。效果延时效果也绝佳啊！钢是不是？天堂拜拜了，好难过。谁又玩这一代啊？玩到徐亮真是。妈的逼！啊，也没有说不好。他自杀了。我很难过，我的乌龟死了。我不行，我要复活我的龟龟，我要练他，把他练起来，不然他超烂的。直接说他烂。哎，活力快，来啊，复活啦，干！气死人欸，你知道那个手法都会震震震，干阿翔大探车哦。其实我觉得这次做的还 OK， 不差。干使用水枪，啊可以哦。看你的水也是不错的，哦是火加地面是不是？干我就是爽，我就是反骨。看越玩越多人是怎样？哼，游戏阿四不知道进化了没？应该差一点，我记得是三八，哎还是班级的。看，应该不是走这边。我猜了，应该是这边。干，我看看哪里有。对啊，不能骑车，精力有点可惜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傻笑。接下来有点会看不清楚，靠腰。我看这个动作。不可以用手揉眼睛，为什么？我是偏要。杀蛇了。干，要遇到训练家了。
哎，我屁股塌了，干，嘿，干，傻小，美文，他的裤子有点可爱，是胡说术。去吧，使用水枪。妹子，啊靠！下去哦。黑鱼台作息不可以减肥，非常道理。老师的三围不错啦，我是说，就是他们的攻击那些还不错。那我的台是否现在有谁正在上班吗？现在此时此刻，因为之前我的台蛮多大夜班的。哎呀，持有物，替换持有物。给他，哎、欸，现在全部交给你了。好，我帮他，我帮我的那只龟龟复活，问他需不需要经验。我觉得现在却不能启程，对，有点可惜。我觉得之后会。好可爱。看在哪里，我一个都没有，我一个都没中，干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，哇，还有一些是那个超小的路，哇操，我去他们虐待人呢，干，傻眼，真是了不起，来挑道馆挑战吧，来挑战道馆天骄哦，拿着那一根挥来挥去的。各位，地面性关注，但他长得有点像亚洛87%像，第一个潮汐的那一关，超像的。我叫麻瓜，原来你不会用魔法。我们速战速决了，哦，有点嚣张，这种人就是要让他好看。妈的，看我用我的钢铠呀，把你钢死！道馆关注麻瓜来挑战了，干！原来他是不会用魔法的人。灰族巨铠哦，这哦，我眼神就感觉不太对，但他耍帅。真的好嗨好嗨，嗨起来！等，哎呦，没有用。看来他，看来他不单单是地面系。我来看一下，被可乐。哎，哦，有点痛。哎，意外。
换他，咋还都不会绕着，可不可以？我就感觉很帅。哎，我哎，我意外了，糟糕。哎，我想到了。它是什么系？水系吗？岩石封锁应该可以。我不会，哦 ，Oh my god！哎，不出我本望。啊，惨了，我的游击拉丝。虎符是不是不要换？哇！游击拉丝拉虎，我第一次就战神，对啊，我傻眼，我刚这意外到，已经死了，没关系，送你送你。我游击拉丝用地震，他应该会直接死。地震应该蛮痛的，我刚买意外第一只真的会打死我的，干游击拉丝使用地，哎，干坚实攻击更好，哎，干哑巴，糟糕，没事没事，坚实攻击，我靠，我操！四只眼睛在手上，嘴巴在头上，身体打过了87%。巨石钉，不要换。哦，是新的，是哇，好潮，有点潮。坚实攻击，隐形眼，又一个隐形眼。不痛，那我地震，二次波动吗？二次波动是奇妙空间，哇，太神奇了，太奇妙了吧，很奇异，干，谁骗我？地震，惨了，我要死了，哎，不会不会。是哦，他下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。地探三，然后派出我的英文老师。来啊，妈的！还没完，我的岩石还没崩成沙，继续战斗哦。这样讲是有点帅。哇，干！怎么像盗版的铁甲犀牛、铁甲暴龙？有87%。老师，靠你的老师，极具钢铁。我害怕哦，我看起来就是想要干坏事的脸。哦，刚刚被以为是狗，那我。超级巨丫丫，来啊！化为蔚蓝如山的巨石，看我的超级巨化！哇，超重二！哦，他动作巨重，龙山龙。
看的。我爆，我爆炸了，我爆炸了，我爆炸了，我爆炸，怎么办？游戏拉丝，出来吧，游戏拉丝，出来拖延时间，使用死亡。还抓住我，就是地震。我靠！我靠！干他妈的！我记得他是你刚做的是吗？傻眼！是出乎我预料之外。有洞的话，真想钻进去。不，这里的话应该是掉进去吧。讲讲点轻话。我刚说使用地震，还是我刚用的不是地震？漂亮，我无话可说。你明明有六颗宝贝球，可是你却只抽出四颗，另外两颗是地震把龙三龙给震碎了。战龙，别在意我，我只是会更加紧训练吧。没有，并没有很在意。原始封锁啊，我有了很多。不要不要，好，谢谢。跟大姐姐讲话。哦，好可爱啊！那这是什么？跟大家讲的话，地面性关注。但它长得有点像里亚洛87%像。第一个潮汐的那一关，超像的。我叫麻瓜，原来你不会用魔法。